南投县长柯世华积极落实各项政见推动，在南投市草屯镇规划兴建全民运动馆以后，玻璃镇也将在漳河大楼附近规划一座全民运动馆，包括亲子公园、跳舞公园拢纳入规划。日前邀请立委、县议员、玻璃镇长会勘初步规划的兴建地点，并且听取地方各界意见。县府将要在玻璃镇兴建南投县第三座全民运动馆。南投县长柯世华、立法委员马文君、玻璃镇长廖志祥以及在地县议员会勘初步规划兴建的地点。那所以呢，我们在经过跟地方呢公所这边的讨论，包括议员给出的建议，我们认为呢，我们现在的在埔里的禅福大楼周边呢，是很多埔里地区的这个艺文中心还有运动休闲的场域。那在这里也都是县政府的土地跟公所的土地居多，所以我们会跟埔里镇公所廖镇长这边大家充分的来合作。目前初步规划埔里镇全民运动馆。将在展福大楼附近的公有地来兴建，包括亲子公园、天物公园，拢会纳入规划。那我们现在呢，除了初期的规划，要把我们现有的这个篮球场，还有包括这个游泳池做限地的保留之外，那在网球场的部分呢，我们会把它纳进现在所规划的这个运动中心里头。那当然，里面的设施将来我们会透过公听会的方式，应该要把哪一类的这个各种的运动的设施纳进来，那么我们会在后续再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检讨。南投县政府将在玻璃镇上界精华艺文运动休闲区域规划兴建玻璃镇的全民运动馆。立法委员马文君、玻璃镇长廖志祥将全力来配合。埔里的艺文中心周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教艺术还有运动休闲的一个场域。那现在可以有一个运动中心的一个概念，可以整合更多多元多功能的这些运动项目，还有包括像宠物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停车空间的配置。我想这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规划。在这个所在来让做起一个这个全面的运动馆吼，公所这头来全力来配合，而且也要解决。就是咱的亲子公园吼，啊，甲咱的这个宠物公园吼，来当伫遮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规划吼，包括停车的空间，那伫咱国产署吼，公所甲国产署有一个促产条例吼，即马厂商吼有意思想要来协议中属企业，来当中属企业了后，是毋是从迄个所在来当过来做停车场？我相信讲吼对保利所有的发展吼是一个大力度吼。柯馆长表示。县府会甲公所充分来合作，明年度就会进行可行性的评估，针对细部的规划，后续召开公听会，了解地方的需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